我说媳妇儿啊，啊，咋了？你说我们租这个房子也有十来多年了吧？嗯，有了。那为啥那个房东到现在一直没过来收房租呢？没过来收，这个钱咱也不能动。做人要讲诚信，知道吧？哎呦，我又没说动。行啊，那先留在我们这儿。给他存着，等到时候他过来，一次性全给。嗯，这么想就对了。行吧。嗯，这个门这么面熟，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带我来过这儿。对，就是这儿。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第666处四合大院儿啊。进去看看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老房东的小房东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呀。哎呀妈，你是来收房租的？哎呀，这30年的房租我全给你攒着呢。我老婆临终跟我嘱咐我说，一定要把这个钱亲手交到你手上。哎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了啊。哎，哎呀，小房东啊，这是你的房租钱。不用给我啊。怎么不用啊？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。哎，不用给我啊！哎呀，我名下的房产吧，太多了。哦，这样吧，你呢？你帮我把这个村所有我名下的房租都给我收过来。哎，这个就是你的工资，行吗？哎呀呀呀，这么好的，谢谢房东啊！不用谢啊，走了。啊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大的鸡味儿？这次游客多了，你看看，蒙子，谢谢。喝成什么样了？这次，哎呀，这次喝了多少酒啊？谢谢。媳妇儿，我的儿媳妇儿，你这在哪儿喝的酒啊？怎么喝这么多啊？就跟几个朋友干的。媳妇儿，你睡觉去吧，别叨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看这次喝了多少酒，把丈母娘当成媳妇儿。我看看你醉成什么样。蒙子，咱别喝这么多酒了。这喝这么多多遭罪呀！哎，媳妇你别叨叨了，你妈这样了。你看看这喝的，说这喝酒有什么好？把丈母娘当成媳妇不说，醉了，老醉了。这样好，我今天看你朋友就坏了。饭，你烦的什么呀？我烦他结婚了吧，孩子也不看，天天遛弯。遛个弯怎么了？我当初把他结婚了，不就是为了看孩子吗？这倒好，来了以后，孩子也不看。
哎呦我的妈！干也不做，这家务活也不往出使。哎呦我的天！这不喝酒看着是挺亲切的，没想到喝了就一壶，这酒壶出真言呢。烦我，烦我不看黑子，烦我出去旅玩，还烦我不敢家务。我得贼妥妥看看他还烦我什么，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儿待啊？萌子，你嫌妈不给咱看孩子，那你怎么不叫你妈来呀？我妈不行，我妈都想着看孩子，太累了，我妈不行。那我妈也累呀。妈累，累就累呗。当初你妈说的可好了啊，这一会儿有了孩子她给看，这倒好，来了一会儿孩子也不看，哎呀天天光这种想，心里不平衡了。肯定 不平衡，那就让他走吧。行，我看行，你早就想让他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想个办法吧，让他走。一会儿再说。你别笑。一会儿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轻易放过这个小子。我看看，我得再套套他，看看他还有什么地方嫌我。混蛋小子！萌子，你说你嫌我妈不给你看孩子，那你还嫌他什么地方啊？怎么不能说？你告诉我，告诉我他哪做的不好。不能说。快说，赶紧告诉我。这可不能说。你说不说？哎呀，你快跟我说呀！快说。我跟你说。你告诉你妈怎么办？我不跟我妈讲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跟我说说他哪不好，我才能有办法赶他走呀，是吧？行，我跟你说就行了。你可别生气啊。哼。你快说。这胡话怎么说的？这是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好像你说你妈欠钱的，叨叨叨，没完没了的，就跟个辅助机一样。我天呀，我烦死我了！我上次我跟朋友喝酒，我回来以后。我叨叨了个没完。那他老了怎么办？老了养老呗。你能养他？我肯定得养啊。这还差不多。媳妇儿，再这么说，那是你亲妈。虽然说咱们结婚之前他老是不同意了，现在不是也结了婚了吗？那他是你妈也是我妈，他老了我肯定
定管他，放心啊。